欢迎收看股市 A 指标，我是彦蓉老师。那么美股昨天呢、重挫的1000点，那我相信很多人呢、在昨天到今天可能不好过，直到这个台股开盘之前呢、大家看到这个开盘呢、觉得非常的意外。为什么？因为美股重挫千点，但是台股竟然杀低100点之后呢，就拉高了，而且还翻红了，是不是？那当然这一部分呢、那么美股是不是有大行情？这个大行情透过这个下跌修正1000点之后，会不会再度营造了美股的大行情？那台股会不会得到加持，然后往上攻呢？好，我想这个是今天第二单元呢、来为大家做解读的。那当然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？我在最近的一个操作。我最近的操作，说真的，我自己非常的开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低档区全力做多，高档区啊，2月14号啊提醒完之后呢，这个地方啊一路一路的往下跌。那么怎么说怎么做的？好，你看到当时呢，1月31号在这个地方，2月3号在这里，我连续2天提醒，我说这个是暴利行情。那果然拉了700多点上来。那么提醒了些什么？操作了些什么？好，包括国巨呢，从低档拉上来130块，稳茂65块，智邦25%，联茂16%，那么宏杰科18%。那果然呢，一路一路的拉上来。那甚至在2月14号这一天呢、为什么要提醒？那等一下第二单元也会讲哦。那么果然一路一路跌了400点下来，跌了400点下来。假设你有打电话进来，假设呢你有跟彦蓉老师做好朋友，如何做好朋友呢？你可以加入我的 LINE 群组，好，也可以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组。那么这是密码，好，那么你只要加入了这些呢，就有机会属于你的。那这个低点区我会提醒，这个高点区我也会发讯息给你，是不是？所以全国的好朋友们，你认同我的操作吗？假设你认同我的操作，假设你希望更多人能够看到彦蓉老师的讯息，我也欢迎你、在我的影片上面呢、帮我做一个分享出去的这个动作，让更多人呢、知道彦蓉老师的操作。那当然啦、3月1号以后，这个 YouTube 啊，好 ，YouTube 你要看我的节目啊，关键字啊、关键字要记得哦，股市 A 指标陈彦蓉老师，好，股市 A 指标陈彦蓉老师，这个是3月1号以后 YouTube 的关键字，那么去做一个搜寻就可以来。收看彦蓉老师的节目。好，全国的朋友们，那现在有机会吗？那这个过程当中，美股的部分重挫了千点下来，那还有机会吗？好，我要跟大家说明的是什么？美股这个拉回呢，它正在酝酿大行情，但是呢，这个大行情所营造出来的一个氛围是什么？就是你要去区分呐、有所谓的一军跟二军呐、一军是什么？就是领先整理完成的股票，所以你会看到什么？你会看到啊，太弱换强。你要选领先的股票，这是我们的定调。那所以包括你看到的艾普，哇，不得了，涨停板，从起涨之前我就提醒过了，那现在又涨停板。秦凯、今天也是涨停板的。果真啊，很多股票啊，像这样子涨停涨停再涨停。全国的好朋友们，下一档标股在哪里呢？不要去猜，好，不要去猜，用猜就是赌博，容易猜错。那今天啊，你只要打电话进来或是加好友，怎么加好友呢？加 LINE 好友的密码写下来，加 Telegram 好友的这个密码把它写下来，那么你就有机会成为我的好朋友。那么标股呢，你就可以直接来做一个拿回去的分享。好，每一次啊，当大行情拉回来的时刻，它都是一个财富重分配的时刻。那怎么样来去分配这个财富呢？我说股市是很残酷的啦。啊，你输钱就是被别人赚走了嘛，因为这叫零和游戏嘛。那你要把别人分配过来嘛，那怎么样分配？那就是必须要修炼啦、修炼这个方法啊。那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个方法，你要找到有这个方法的老师，有这个方法的老师。那所以呢，在这个地方啊，有这个方法就可以选到最标最标的股票。好比什么方法呢？好 ，A 指标倍数操作流程。A 指标是我在股市当中啊，超过15年以上的这个时间呢、所研发出来的。那么这是一个高门独切的功夫，它的做法就是知道低估股价低估的现象，然后低低的接，常常啊当天买进去就会急拉，甚至会涨停，甚至会长红，最快的速度少则3-5成，多则1倍到2倍以上。你所看到的加高，4天12%，智邦7天25%，月清光2个月，国巨3个月，就是这个模式，就这个模式。这一次智邦7天从151到了189，就是这个模式。所以今天分享的标股一样，低买有续航力，而且呢会做 V 型反转的动作，就像我带你买进的这个智邦一样。那你放心，好，你今天尽管来争取这个大行情的起点。为什么？因为啊，你的成本啊，
好，燕蓉老师来帮大家做消化，你的成本我帮你消化，这样知道意思吗？好，全国的朋友们，我不管你的资金剩下多少，你今天只要拿到一档标股，那我相信了，你失去的就有机会可以加倍奉还。所以有些人啊，做到最后啊，长期在股市当中啊，去有股票给你压落底，结果嘞，你就没有信心了，你到最后会归给宿命，说啊，无这个财运，啊，无这个偏财运啦，啊，卖走后啦。但是我说你错了，你只是没有去区分一个位阶，你不知道说，哎，这档股票现在的价值是低估还是高估，你不知道这个现象。其实你只需要什么？你只需要找到成功的方法，你只需要追随一个有成功方法的老师，追随一个有成功方法的逻辑观念的这个顾问，就这么简单啊，就像这档股票一样。好，智邦，好，智邦，你找到一档标股像这样，知道说，哎，这个位阶叫低估啊，那股价价值低估了，一百万的东西，咱七十万、七十块就给买到啊，一百块、七十块就给买到啊，啊，为什么不爱买？买落去啊，这就是咱的嘛。是不是？那为什么这叫低估呢？因为啊，当 A 指标数据啊杀到前面低点区附近，所对上来的这个股价的位置，它叫低估嘛？是不是？所以你会找到一档股票，它的价值浮现在哪里？就在这里呀、啊。但是你没有 A 指标啊，你的老师也没有 A 指标啊，你们没有这个方法啊。什么方法呢？叫做 A 指标的倍数操作模式，是一个买最低卖最高附近的模式。股价创低点，数据没有跌破低点嘛，这个叫大开啊，做第一段的初生段嘛，是不是啊？就是这么简单啊。那很开心啊，我找到这个方法，这个方法我找到了，所以我知道这个叫价值低估，所以我就带大家全力做多。果然七天的时间就拉了37块上来，七天的时间十张赚37万。所以呢，今天呢、啊，你只要留下打电话进来，好，那么甚至呢，加好友，好，那么不管是赖进来还是 Telegram 进来，然后留下这个电话啊、哦。那么如果你希望用电话通知的，我们用电话通知你做买进；如果你希望设定简讯的，那我们就帮你设定简讯。你说这样好吗？所以当然最重点的部分是什么？就从今天这档开始，就从今天这档开始，你的人生即将会改观，你的财运即将会改变。好，全国的好朋友们，所以当然最重点的部分呢、啊，那么股价高估低估啊。这是关系到你的股票能不能够赚钱，这跟财运没关系，这跟运气也没关系，这跟专业有关系，跟专业有关系。所以你看到说，哎，为什么这个金相关会拉回来呢？为什么？因为股价创高点，数据没有过高点嘛，数据没有过高点嘛，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股价高估。股价高估是什么？是什么位阶？是在最高点附近嘛，股价创高，数据没有过高嘛，就是人家在出货啊，啊，所以这是什么？这叫高估。高估要怎么办？高估就是七十块的价值的物件，啊，你一百块就去买；七十块的价值，你一百块去买。啊，你是金山银山吗？你敢是好个人？你敢是家己开银行？不是嘛？我们做的是赚的是血汗钱嘛，是不是？但是你却怎么样？你却在高估的时候去买嘛，啊，当然就赔钱嘛。是不是？所以在这个地方啊，持股如果不调整，你会发现你在这个地方去买，结果呢到这里不卖，哎，多赔了一大段，是不是？那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，股价高估，当然没有偏财运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只要找到一个老师能够判断，好，这个叫高点，怎么判断？好比说用 A 指标来判断。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判断，你的老师无法判断，哎，那你就跟着我的脚步，是不是？假设你没有办法找到这样一个讯息，假设你还要继续观察、继续体验的话呢，你就发现你的股票哎爆下来，哎又爆上去啊，就这样一直重复这个过程。然后呢，大行情来的时候呢，一次又再一次的错过。所以全国的好朋友们，今天呢、啊、记得啊打电话进来，或是加我的好朋友。那如果加我的好朋友 Line ID， 还有我们这个 Telegram 的 ID， 那么这两个 ID 写下来，看你要加入哪一个，加入哪一个，让燕蓉老师帮助大家。那最重点是什么？要做太弱换强。太弱换强，那么太弱换强的话呢，打电话进来或是加好友，然后在群组当中留言，好，留下股名、成本、电话，那燕蓉老师呢会帮你做太弱换强。那当然为什么要留电话？因为哦，那么留这个资料的人很多，那如果每一个人都要在手机上写字哦，这个速度上班，那燕蓉老师可能要忙得很晚都没有办法睡觉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啊，那么给我一个方便，留个电话，让我用电话来跟大家来谈论，来规划您的标股，来帮你做一个太弱幻想的这个动作，您说好吗？好，全国的好朋友们，那当然，所以今天最重点的部分是今天我的标股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拥有？为什么？因为股价严重低估啊！这个价值几百块啊，起码七十块就给买到，是哪一档股票？
就是这一档啊，提前乐退微转标股是最后一天分享，好，最后一天分享一定有速度，而且一定有幅度。那请问如何拥有这个标股呢？好，请问彦龙老师啊，1月31号提醒国巨买点啊，低档拉多少钱上来？是130块吗？还是140块？还是150块呢？哦，答案就在画面当中啊，打电话进来或是加好友进来，那么回答正确，这个标股可以直接带回去。如何加好友呢？ LINE 的 ID Telegram ID 就在这里，看你喜欢哪一种。那当然如果你今天有留电话的话呢，您的成本相对会比较低。为什么？因为可以直接通知，因为不用问来问去说张三啊李四啊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，我打电话通知你，我帮你设定简讯啊，这种需要洗干啊，股票的这个价格又起了，所以先不能去管，所以一定要第一时间留电话。好，全国的好朋友们，所以今天呢、啊，当然彦龙老师呢来提醒大家，现在的位阶啊，你要去注意，美股大幅度的一次修正，一次到底修正1000点，那这个1000点会不会再一次酝酿大行情？就像上一次啊，在1月31号、2月3号，我也是告诉大家，这个摘星牙来送这个大财呀、啊，来送这个大财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重量级的股票股价严重低估，比比皆是，就像当时的联茂一样啊。好，股价创低点的数据并没有跌破低点啊，100块的物件现在存70块，谁也不爱买的，当然也爱买嘛，是不是？那现在其实呢，当然不是说所有印刷电路板的股票都像这么棒啊，其实有些难度，那股价要像这样低估你才能够爆，财运自然来。好，财运自然来。所以呢，我欢迎大家啊，那么打电话进来或赖进来，那么来设定这个 call 讯或是电话通知，不要自己乱做。那如果你有印刷电路板的一个关键价位很重要，好，那么欢迎在群组留言关键价位加一，那我就会告诉你，你的股价呢在这个地方到底啊，它是属于什么价位上必须守稳，它才有一个所谓的一个股价低估的现象。那什么价位啊，那么没有站上去啊，它就属于一个股价高估的现象。好，所以呢，请大家记住，一定要留言进来哦。好，股市当中啊，处处充满了这个机会，好，以及这个陷阱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啊，你要伸手出来，你要让我知道你在哪里，那让我来看看你的股票，就像过去这一档一样。好，2月21号所分享的可成，2月11号所分享的超越二合一标股，这个 YouTube 影片为证。那么股价创低的数据并没有创低点，对不对？那代表什么？100块的东西存70块，谁也不爱买的，股价低估了，全市场高门独起的功夫就在哪里？就在 A 指标当中。所以你跟谁呢？所以当然目前呢、啊，我们看到这个瓶盖股的部分，好，瓶盖股的部分在这个地方啊，不止可成啊，很多很多的股票啊，这个就滚就多啊，这个族群很大，所以你的瓶盖股它到底是低估还是高估呢？不用去猜，好，你只要赖进来，好，只要 Telegram 进来或是打电话进来，留下你的股民成本电话，那我会帮你做一个解答，这样就不会再做错了，这跟财运没有关系。好，不要求神问佛，这样知道意思吗？好，全国的好朋友们，所以呢，你会看到呢，包括每一档股票，哎，都是一样哦。你看到国巨有没有？国巨这个现象是什么？没错嘛，叫低估嘛，是不是？低估的现象，当然要全力做多嘛。所以国巨从低档的提醒拉了130块，原因就是因为低估嘛。那低估当然不要放空啊，啊，你放空一下，放空下去被嘎空了之后，怪东怪西，怪没有财运。你应该怪自己啊，你跟错人的，你应该怪自己加错好朋友，你应该怪自己拿错别人的call讯，所以呢，跟到一个成功的模式，所以财运自然来，这样知道意思吗？好，就是像这个现象就可以了。好，所以呢，你会发现啊，大盘那个空跌机的时阵啊，那这个国巨啊，盖一层楼、两层楼、三层楼上来啊，总共拉多少？130块，130块上来。所以今天啊，大家一定要动员起来。一定要找到彦龙老师，因为我要告诉你的是像这样子的，好，那么股价低估的位阶的一个股票，所以今天呢，务必要打电话进来，务必呢要加彦龙老师的好朋友，好，加彦龙老师的这盒饼友，好，全国好朋友们，所以今天呢，很重点的部分是什么？那么彦龙老师呢，在这个地方啊，要来提醒大家，美股重挫千点，这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机会，那这个机会呢，包括台股也一样，会得到加持，那领先股会先发动。领先股先发动，就像过去呢，这个国巨一样，好，国巨一样。那么低档拉了130块上来，标股买点随时出现，这是一个提前大乐退休的一个机会，你要自助人助。当你拨打电话进来，当你做我的好朋友，不管是 LINE 还是 Telegram 进来的时候呢，留下联络电话，我知道你是谁的时候，
我就会挺大家到底，我们只要打拼，就像过去一样，这档标股一样。好，国巨低档拉130块上来，包括这些是速度，这个叫幅度。所以各位长辈，好，那么各位投资朋友，那么燕老师会同理心，用最标最标的今天这档股票来挺大家到底。打电话进来或赖进来，打电话进来或 Telegram 进来，那么留言标股加一，还有你的大名电话，标股呢就直接分享。好，全国的好朋友们，那么大行情又来的，那这一档啊可以帮大家再一次的站起来，东山再起，所以你务必要把握，就是这一档提前大乐退 V 型反转标股，今天最后一天分享喽，有速度有幅度，今天只要打电话进来或是赖进来，那么来回答一下国巨啊，我低档提醒买进之后拉了多少钱上来，那么有留下电话的，你的成本可以便宜 6% 左右，100万可以多赚6万块，那么打电话进来或是赖进来，打电话进来或是 Telegram 进来，那么在这个地方加入我们的行列，跟着我们一起在明天啊开始低阶布局这档标股。那这档标股呢，下半周呢即将会出现急拉，这档标股呢它绝对是大家翻身的贵人，请大家务必把握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真的有机会涨停、涨停再涨停。拨电话进广告，谢谢。奇葩投顾陈老师，888专案，精选标股，稳健操作，让您整年888。金车线02-2389-8739，02-2389-8739。投资理财是一辈子的事情，启发投顾用最细腻的心思为您做最专业的分析，稳定的投资控管，涨势做多，跌势做空，灵活的资金运用，顺势多空双向操作，带领您避开风险，追求最高绩效。给自己一次积极创造财富的机会，致富之路等您来加入。启发投顾02-2389-8739，02-2389-8739。启发投顾陈老师，888专案，精选标股，稳健操作，让您整年888。金车线02-2389-8739，02-2389-8739。欢迎再度回到现场，我是燕蓉老师。那么美股啊，在昨天、今天凌晨看到哇，重挫千点，很多人都错了一旦、啊。但是台股的部分，哎，为什么今天杀低100点，哎，结果直接收高了？为什么？其实昨天如果你看我的节目够认真的话，你应该就知道答案了。我昨天怎么说的？昨天你看到一样的字卡，好，一样的字卡，我告诉你 A 指标数据呢，啊，杀到负-0.02了。好 ，A 指标数据在位阶上已经杀到负-0.02附近。每一次负-0.02，上次是拉多少？上次拉了这个是叫做700点，那这一段的话更不得了，好，这段不得了，这段拉了将近3000点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呢，第三次碰到，好，第三次碰到，那这个绝对是会领先股会先有一个出现的这个机会。那所以现在我的看法是什么？你要汰弱换强，你要转进领先的股票，因为很多的股票啊将再攻一波 V 型反转大赚的机会来了。像这种行情啊，都是暴利行情。这个速度会很快，这个幅度会很大，也就是在你极端恐惧的时刻，这种机会就会出现。所以你要怎么样？你要扛多大的压力，你就能够得到多大的幸福啊！是不是？你要记住我说的这句话：你扛得住多大的压力，你就得到多大的幸福。这句话呢，也是我的座右铭。全国好朋友们，所以今天当然最重点的部分，道琼工业指数这样的一个跌法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地方啊。你会觉得说，哎，有这个修正往上的这个机会呢？为什么？好，那当然包括道琼啊，第一只脚这个千点行情有没有再一次来临？那我们先看一看这段的拉回，这个段的拉回难道是疫情的关系吗？当然不是啊 ，A 指标数据早就遇到压力了嘛，这个早就高点嘛，那这个疫情只是怎样？只是一个顺风车嘛，利用这个利空，那么导火线来让你买便宜货嘛。那这里为什么是便宜货？因为当 A 指标数据跌到前面低点区附近，那就算它没有守，它也会先反弹嘛。每一次美股的反弹都是500-1000点以上嘛。那当然，因为 A 指标数据是破前低的，我认为这是第一只脚，第一只脚还有所谓第二只脚。好，那当然除非有利多啦，就直接做 V 型上去哦。那这个第一只脚
台股的部分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底了，所以台股有机会形成个股的一个 V 型反转。那第一只脚这个千点行情，你说会不会来加持这个台股呢？会不会加持这个台股呢？全国的好朋友们，好，所以你看到说在1月31号我全力做多，因为这个 A 指标数据第二次负 0.04。 为什么在2月14号说压力？因为成本线被跌破了，所以你反弹上来碰到成本线当然是压力嘛，所以我当然2月14号提醒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觉得燕老师这样的解盘你觉得赞不赞？如果你觉得不错，你也希望更多人跟你一样能够造福更多人，我也欢迎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。那么在3月1号以后呢，看我的影片呢，在 YouTube 当中搜寻股市 A 指标陈燕蓉老师，3月1号以后股市 A 指标陈燕蓉老师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那现在的位阶的话呢，现在的位阶我们用日线再来看一次。好，用日线再来看一次。好，这个地方啊，前两天的这个下影线啊，是因为下影线的低点来到负 0.03 的。那今天的一个低点的位置是在哪里？低点的位置杀低也来到负 0.03 的，看起来是有那么一点筑底的这个现象，主力成本线负乖离缩小，负乖离缩小，领先的股票会先涨，会先涨。那 A 指标看起来筑底的现象，最差是什么？再次负 0.04， 所以低点不会太多，这个个股的空间很大。所以今天分享的这个提前大乐推 V 转标股，最后分享了，请大家务必把握，好，务必把握。好，所以今天的标股为什么一定要带回去呢？因为啊，有 V 型反转，可以让你提前3-5年退休的这个机会，最后一天分享了。好，最后一天分享了。那么第一个月呢，也许有机会先拉个3-5成，也不一定。好，所以至少这一个月你要先赚。那如何拥有呢？好，打电话进来或是加好友，如何加呢？可以加 LINE 或加 Telegram 都可以。那么如果有留下电话的，你的成本相对比较低，相对比较低。那如何回？在这个地方答案呢，就这三个选一个。好，那么在这个电视机的画面上，你看得非常清楚，那就是这一档。好，分享就是一个预告的观念，很多人没有在分享。那燕老师跟你分享了，我跟你预告了，就是这长这个样子，就长这个样子。A 指标数据 0.07、0.03 记起来，转折负乖离缩小，明天是最漂亮的买点。好，明天买进去之后，后天明天可能就收高，后天可能就开始涨了。那么最后分享，散户下车。筹码法人吃走了，那么我今天把它抛在赖群组当中，我让你先进，我让你先进，打电话进来或赖进来，留下电话，要设讯息或是要电话通知都可以，但是今天一定要留下联络电话，一定要留下联络电话或打电话进来，这样才可以通知到你。好，我分享的标股呢，都像这个样子一样，有 V 型反转的机会，一定是低估价值，低估几百万的物件70块买到，因为这个现象，低估做叫 V 型反转，你是上班族。不用做吃三空，每一个月因为投资证券多赚几个月的薪水，好，多赚几个月的薪水，我来帮助你啊。好，分享股的特色是什么？就是股价低估，股价低估就这个现象，就这个现象，它会逆势，它会续航，它有幅度。你是股票族，没有薪水没关系，自己赚薪水，你可以帮助到自己的家人，也可以自给自足。所以全国好朋友们，美股大行情又来了。那这档呢，第一个月先涨了3-5成空间，错过1月31号、2月3号大行情的，再一次的机会来了，把握这档股票，好，把握这档股票。所以今天呢，分享这个标股啊，它第一时间它会 V 型反转，就像这样子，速度七天的时间，十张可以赚到30几万。那么你不一定要参加，你可以来争取标股最低价买点。最低价买点，你认同我的，那么也欢迎把今天这个影片来分享出去。那当然最重点的部分是什么？这档标股啊，我认为啊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可能有3-5成的这个空间，这个机会。好，你不用抱太久，你先赚第一个月就好，先赚第一个月就好。第一个月怎么走？像国巨一样啊，第一档拉多少？130块上来，一定有速度，一定有幅度。所以各位长辈，各位投资朋友们，那么最标的股票呢，现在来挺大家。那么打电话进来或赖进来，打电话进来或 Telegram 进来，留下标股加一大名电话，标股就直接分享，就是这一档，它就叫做提前乐退 V 转标股。这档标股呢，假设你有留电话进来，你的成本可以便宜 6%。 打电话进来或赖进来，打电话进来或 Telegram 进来，跟着我们低档买进，那么你的股市人生啊，即将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因为这档标股而怎么走呢？它真的有机会涨停，涨停再涨停。拨电话，明天见，谢谢。本投资公司与
公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